哎呀，可以吧？上一上，好啊！我都不敢上了，上一。你刚刚上笑哦，他这毛病还是。好啦，我可能马上又嗨一点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今天早上，哎，阿爸，有些物件可以话哦，你也嗨。所以讲吼，阿爸我嘛是遐做呐，讲比较笑尔啦。这迄个刷衣服，规条拢无钱，百万几百去啦。所以我袂用做，再袂用这个，有够甜的啦。最后一箱啦，两包你好，两百块。两百了，钱开出来了，两百了。对吧？没了。两百了。四个啊！我四个啊！果冻下加是啥物？小七个哦，装数七个哦。四，我四。安尼无啊？安尼无啊？无啊！无啊！无啊！那等我，你去两百了，我无时间。我拢袂甲恁点嘛，啊你呐，袂用心要去后边看啊，系啊，袂用心要去后边看，你来甲包手，攞一条去，啊全了无个，全部免钱送我，继续先，来要送个手条，条了拢免钱，免钱啊。你送手条，你嘛行出去。我知啊，送去后边，我一步一步送，卖紧张。诶，你要送几多？好啦，我知啊，我后边送。现在要送你手摇摇了，哦，这要求你是要变观光啊，你是走去啉酒哦。啊，怎啊变白，即马来变红记记，你走去啉没有？帅真正话好听，帅真正话好听，听着哦。哎呀，接了，接了。要求哦，送你都无来，干嘛嫌我？是啊。恁只红只三十八来只。好啊。蛤蟆好啊，袂当落蛤蟆先讲我好无？这首歌是我的，还是你家己买？蛤蟆啊，蛤蟆给钱三十个手价，分了。蛤蟆给三十个？无给钱，你千万莫出手哦！你了足侪钱的，我这三十包足大包的。我有提钱的。你有给钱？无给钱，你千万莫出手哦。你有给钱无？三百的。你来帮我收收好吗？我讲，咱先变一寡物件，恁大家欢欢喜喜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先收过来。只要买一只，买买两只，买就千八百、六百大只的啊，五斤外、三斤外鸡啊，啊。全部五个平钱，唔免千八百、五百，你我也买袂着。三百了，等下二啊五了，两百，今物是六二啊，后边包过二啊。三个，你三个，你啊几啊？几啊？一个包过。两个啦。两个，哎，无啊，无啊。你两个啊几啊？三包过。那我们就捞一千吧。来开钱，开钱。好啦，我来了一条哦，我来只车。干嘛这？这是啥这？美女的样，叫这几岁呢？无几岁啊，无个那幼稚的嘞。要不两只吧？这三包鱿鱼的要三千来，一盖三包。三百，三百还十五百。还没五百。我都好话者。一个，我是我老金，刚刚涨。沙包先呗，拢炒好了吗？你要加钱啊？刚要加好吗？你像这两箱鱼啊，啊昨天某个桌顶啊，我带个面条，我爱炒的，加钱，上班去就好，上班先去也上当，拢炒好了未？可以了。大佬，你啊，你车顶存一个天使龙虾甲干贝啊？啊，为啥？好呀，可以加，什么？哦，起来，别买啦，起来啦。别离啊，了。算啦，还有个白条。几分啦？算算呀，别买啦。哈，来啦，一包算要吃啦。一包人要吃，卖问啥物啦，别问啊，别问较济啦，嘿啦，你要休困啦，坐咧啦。
两个啊。三个啦。无啥物石头啊。我再一个哦。我六个。再一个啊。好啊好啊。阿全，你再收两个啊。五百叫手举起。来五百。一百个买来无？一百。搁一个啊，一百无啊。一百搁一个。我来高钱啊，天。来后壁买来一百先甲收到。好，起来装本啊，迄免送啊，装本就对了。起个，起来我遮，装本起来。前车了好啊，前车好啊，这门去介绍，哎呀，即摆过钱不强嘛，感觉足好奇的。开始耶！开始耶！开始拜！好，一三包钱拿先哦，你送去啦。钱起啊，过来啊，无找钱的。我爱找钱哦，一千面、八百面、六百面啊，这三包做一过去，先给钱的先拿，五百块，大嘞，先做。好嘞。我这边找钱啊。一人一包，这边后背一个，手要不要走开？一包。好啊，无啊，我给过。想想好你去给多少钱？这两包两皮啊，排路口九百兆，两点做一届去，钱起啊，今日你的一千八百，五百买袂着，两包做一届去，先开钱啊，三百啊，包贵无啊？几多啊？我提，我忘记装修我家己的，这虾啊，想要吃啊，手摇摇，干人要吃虾啊？一千二啊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八九百块鞋也收起来，这两公斤呢？阿姐，公斤啊？摸摸摸！你报告是小妹甲我讲，钱无找出来呢。一千有要吃无？搁一个人加八块啊，一千啊，一千块这两公斤啊，办大介绍啊，这鞋也未出错去啊，一千块要吃无？搁一个落去啊？一千块要啊无？后壁无发鞋啊吼？黑石龙虾一千块，买来无？一千块买只八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一千三百啊，紧来记得。最后一个一千块安怎嘛？最后一个我嘛爱上一个，你一人公鸡啊？你买一半五百，你话无该算较贵啊？算，当用钱的啊，无买哪买哪买，我贵了，用行的啊，行的，贵了，总贵啊。来。这迄、那个，这箱起来好袂袂，好，这我无一个介绍，这过一下包，这当用钱的，好。这啊，你感觉有价值，你平时啊，哎呀，这起边了，你拢有行的啊。一千八百，五百，买啦，六个人加三百落啊。袂当钱，你买落。还有两个。这个送你啊，这个你啊，这个你啊。一个啦。还有三个。这个你。三个啦。这个你。刚刚几个了，好啊？三个啦。三个无够啊，搁收三个，三百三百只。这无爱啊。两百了，可以等你。你还不爱炸汤啊？八块。八了，可以可以等。不能。来，准备个钱嘞。好，八个收啊，拢无啊。好，有啊，有啊。那不就一个人分啊？够 OK 啊？啊，我不定好了。无啦，我讲你够 OK 物件啦。两百个三百袂开着。两百个有买来无？啊，再来。无。遐石板多无？阿伟啊，想要食石板咧，手摇个。一百哦，你一百哦。啊，这一千五千嘛。珍珠是哦。两两四尾，两个人加买，先加钱先呀，两百了。一个啦，一个，一个先呀，一个就算呀。无啊，无啊，这人加好啊，是啊。后大人讲，就这大人加好啊，吼，这大人拢有看，拢有结果。三个。两百哦。
要五哩。三个价钱，第四个你卖价钱，先价钱的怎样？两百啦。两个啦。好，再来。无啊无啊，是啊，到起。无啊无啊，迄个无啊，迄十岁包几百无啊，只人价钱少。无啊。你无买着？对啦。七十五，六十五。六十五。干杯先，飞过。想要吃干杯，手摇起。规台车全只用干杯。客人去看偌水，大袂啊，五百公克个，几块？几块无要紧，拢无啊，几块？大袂哦，这无同个哦，这大个这完全无同个，飞过。想要吃手摇起。一个两个，个人想要吃三个、四个。好啦，我发少哦，大家拢买着，好不好？我发少，这餐厅做一包啊，千八个大阿伯，五百来着，五百好，我爱发一千块，我五百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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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千块三百张。我来四个，无够啦，五百过来啦，无够啦，四个都。哎，未够完，那会当上来啦，五百过来啦，我真正要发一千块，我不要发一千块，五百，你大家买着啦。过来啦，三块了，过来啦，无够啦，过来啦。五百个要食干贝大阿伯啦，拢有啊，这一包做起来千八啊，五百了，一包过来包过五百块了，五百块，免过路大阿伯，你食一包袂你几啊个？大阿伯那袂死啊，之前那三百广告才五百公克个啦，广告个啊，价钱拢啊起个，后壁搁一个吧，五百个买来无？包包上来拜托个啦，太热啦，五百，后壁多啊，包过，最后一个啥物啊？最后一个上面吃五百无啊，三包过，这两百块钱的，这两百块钱的，包块钱的，两百都有块钱啊。哎，快嘛，块钱的，块钱的。这样，这两百怎无块钱的？哎，刷一包块钱的，块钱的。一包两百上面吃，拢无钱用，吃得落啊。两百了，我该做啥？这三箱我若无要炸蛋，我无要去喝。这鲑鱼头，这石斑肉，这鲈鱼千肉，这三箱是有兴趣的手来，无我要死，我要休困了，我无要喝，听无？鲑鱼头、石斑肉、鲈鱼千肉，这三箱有想要食的手来个，结果。这几只个肉尔，这无饲啊！这箱我到底是要买啊，卖掉嘛？我想我到底要甲卖掉。我昨想着了，我明仔卖，你想我想着哦。你莫想着讲这箱卖了，我明仔透早吼送你一个吼来。我想着了。好，一句话就好啊！我即个讲真心话吼，你若无客气的话，即箱我绝对无卖恁的哦。就是我发了，你要客气，你免买啊！来五百，我了，五百，五百。我钱，没啦，钱收起了。好，你一届机会啦，好吧？我先让恁看物件好吧？我先让恁看物件，你还决定五百了哦？我用好，简单好啊，这免阁简单化，这袂赚钱啊！这规条块肉拢后边啊，这大块，来，五百个要吃来无？啊，一个。无够啊，五百个要来无？啊，我两个，啊，我三个。总共几个？啊，无两千五，卖少啊！等下我想看，我想看看嘛。这块几个？五个啊。五个。五个。我给个。六个，六个是咩啊？包括，好吧，有可能会无够啊，无
无甲我退钱好，迄最后退钱迄搭好啊，无叫人分啊，分了就好。总共几个？一点不够，你别这样哦。就是有够白目的，你听的，就是讲哦，要干来要顾，你欢喜啊？感觉你四零外钱给了阿三，你袂袂爽啊？啊，不到尾就爱替人钱啊？啥无计着？退啊！退三包，退三包，我无买三包贵啊！过一段话人要吃，过一段话人要吃，过一段想要吃手起来。多少钱？这个要钱的上来都无变着，歹势，对不起，要钱。过一道是啥物？又是这样？你但真行做面色，都想要吃手夹夹，无要话。你来惊哟！想要吃手夹夹，一个呀，两个呀，三百来，让你送，免五百。来，等下，阿多少发了？我过一道发五百手夹夹。不好笑呀！啊，我爸来给人三百了，我只要买迄个三百钱给了，我给你送。阿姐，我买三件东，开几栋，后日慢慢出介绍。慢出介绍，上你无要紧啦，慢出介绍。今麦总共几个了？两个啦。两个尔。老叫叫位。天子龙虾卖了了，啊，头前个做咪三。卖了。人家跳啊，皮的，人家跳啊，人家不不干啊。你也是八万啊，都中了点啊。那他讲话你不要话，你话你慢慢来。